深圳武汉肺炎疫情升温，屏东镇头绕境也出现了奇特的景象。原本欢乐的素兰小姐出嫁证，如今全员戴上口罩，逗得不少民众哈哈大笑。但是呢，看在传统镇头同行的眼中啊，觉得这种另类的装扮反而比较像是钟馗嫁妹，觉得表演反而变得太严肃了。镇头清一色全穿上红色古装，随着音乐起舞，有人敲锣，有人扛轿，这是台湾原创的素兰小姐出嫁证。但仔细看，大家脸上全都戴着口罩。啊，是讲因蔡英文，我看到讲，哎呦，啊，大人挂口罩啊，我来感觉我一个我来笑出来，伊啊，大家拢挂口罩啊，哎呀，对啊，感觉有够好笑，安尼啊，这一世人毋捌看到的。欢乐的出嫁证，为了防堵疫情，现在全员戴口罩，反而成了新亮点，逗得不少民众哈哈大笑。不过，看在传统的同行镇头眼中，也出现反对音浪。哎，别别新鲜个，哎别，哎唔好看。你无像素兰小姐，无咧臭味型，简单你讲，简单跳钟馗安尼啊。因为素兰出嫁证是台湾原创镇头舞步，结合日式服装，也出现多种改编版本。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升温，镇头绕境担心群聚感染，也不得不戴上口罩。虽然表演效果略显严肃，但为了防疫，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